只有我知道，你说不爱我的时候，就是你最爱我的时候。我愿意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，一生一世不离不弃。这场婚姻是互相凌迟的酷刑，叫他即使想起那个女人，亦不自内疚。就如当日他说不爱女孩的时候，其实就是最爱她的时候。他已经好多年没写过小说了。那一晚，我终于知道他始终还是爱那个女人。你为什么要推我落悬崖边啊？你明知我不可以冇咗个女噶。你终于肯认啦嘛？你出埋啲阴毒招，系因为你知道，如果俾个女拣嘅话，你实输。你霸住佢，唔系佢为佢好，因为你已经冇咗我，唔可以冇埋佢。咁你以后系咪唔会成日都挂住做嘢，会成日陪我噶？妈咪都想正系陪住你啊，但我有责任俾最好嘅生活你。你点都中意做嘢多过我？点会呢？但我真系为咗我哋嘅生活咋？你成日都系咁讲噶啦，由细到大都系爹哋陪我，你咪由得我跟爹哋咯，做乜系都要争我？好好好，我以后将做嘢摆埋一边，冇嘢紧要得过你，好冇？咁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成日闹我、逼我啊！如果唔系，我同你生活会好辛苦噶。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当妈咪系衰人啊？由细到大，爹哋成日都纵你，妈咪先咁恶噶咋？妈咪一定要教好你，要你读得成书，你一定要有保护自己嘅能力啊！妈咪，你唔好咁啦，我好惊噶。真的不可以冇了你嘅，我烦咗啦！我紧嘅嘢要做啊！你都打紧官司啦，仲睇埋呢垃圾嚟做乜嘢啫？我俾月月睇啊！你癫咗啊？呢啲嘢点会俾月月睇咧？哎呀！俾翻我啦！哎呀！做乜嘢啊？我真系好后悔，我冇话俾月月听，潘善究竟有几咁不堪。如果佢知道嘅话，佢就唔会坚持跟爹哋。你冷静啲。我点冷静啊？我真系冇咗我女啊！我冇咗佢，我宁愿死啊！有咁多相熟记者，有咁多打手，爆佢啲衰嘢出嚟轻而易举啦。你想公审啊？添啊？其实你唔使谂得咁复杂啊，你咪当惩罚下啲渣男咯。其实你帮唔帮我，我都会照做。你唔会想象到我可以承受到几多嘅痛苦。打离婚官司，先要伤咗自己，先可以伤到对手。你咪睇得太多武侠小说咧，七伤拳，先伤己后伤敌，报复从来都弥补唔到任何创伤，只会衰多两钱重嘅咋。就是因为深爱过，就算只是你口中的小小感觉，我都要拿到这段爱情，体无完肤，死无全尸。